我想看怎么想。这个看像烤鸭。铁板烧的，炒的。哦。再把你们生日蛋糕。嗯，给我过生日嘞。哼哼，再给大家看看啊。你呀，怎么打不开？嘿嘿，你在岛上肯定是没有拿好，粘上去了，是吧？好漂亮，这个给蹭上去了，应该在路上没有拿好，对，是吧？嗯。嘿，来。嘿嘿，接不断。天嘛，回来王一娜，先吃吧。行。回来呀，咱一会儿就等了。念念生意快了，快吃啊！你洗月吧，王一娜，你啥月？谢谢。嗯。你啥月？你洗个月，不要说出来，说出来就不真了。你洗个月，你在心里默念啊，毕竟在心里默念。收回来呗，那你吃吧，来。好，祝你生日快乐啊，王姨娘。好了吧？来，赶紧吃蛋糕啊！赶紧吃，来。还有这个，就是烤鸭，俺在还是铁板烧的这个烤鸭这个。尝尝有了都尝尝，嗯，准备了尝尝，嗯，先给晚上切个蛋糕，切个小猪佩奇吧，嗯，能吃了吧？嗯，试试吧。哎呦哈啊！摘来，再给咱爸在那切一个，拿个长的，啊。还没有切好，给吧。你吃吧。你先定命了啊。给。拿个茶。好，给咱妈一个茶，给。我有了。有了，爸，你吃来，让你切一块。我不吃。你不吃，你吃尝尝吧嘞。我一会儿，我吃剩了，我先。啊，吃吧，吃吧，王姨娘，好吃呗。好吃。谁给买的？吃吧，这个烤鸭一会儿老可吃，这热的我刚买的。嗯。吃吧。那今天伢来给我要生日蛋糕。王姨娘，今天是生日。爸，生日快乐！俺爸在。对。给小侄回去。去吧。啊。谢谢。嗯，吃吧。嗯，好吃吧。好吃。吃吧。你吃吧，姐。我不吃，我不吃甜的，太胆小了。你吃吧，给奶奶吃吧。爸，一会儿你也尝尝。你也吃。我不吃，我吃看。你吃一会儿想尝尝呗。我不吃。还剩一点尝尝。我吃，我一会儿吃。好吃吧？好吃。哇。好吃呗。呀，好吃吧？好吃。把这个生日蛋糕给范范剩下啊。嗯。一会儿让范范下来吃。好吃，多吃点。妈，你也吃啊。嗯。